这是长寿面呢。属实年轻的助理呀，还给我上个小果盘，这草莓还这么红，橘子还这么黄，山竹还这么黑，别管黑不黑，别管是什么玩意儿，好吃就行。开喽！老铁们，咱们今天简简单单吃个又麻又烫的大麻辣烫啊！记住我这大麻辣烫，给我戳戳戳戳它，弄弄了，没毛病，开喽！还让我小米粥吧。哎呦！